咱家己一只一只厝房我都一区，我本来平常做也好，啊，较早拜，我拜妹呢，水大念。哦。啊，电话拨电话无啊讲啊，啊，待会阿姨来看，啊，看嘛无啊，伊嘛真欢喜的，看，可能是他也有善根啦，啊，爽也无反对。咱就淡水柠檬啊，啊，但是较无汤，啊，但是伊会烫。我阿你甲我打来创啥话呢？我了做环保店嘛，他根本没有讲话。两家的事过，两家的事。啊，你那好多福气讲哦，可能是福气啦，福气过成功，我再好福气啦。显全和梁玉珠夫妻两人提供自家田地做环保，也总是早上第一个来开门。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法亲，也有公车专门送来欢喜来报道的老菩萨。哦，现在地遐看好些的，哎，都骨啦啦来的，啊，因两个哦，都是模范啦。啊，那你有日本包啊？无有啊？啊。啊，像落雨拢会甲你温长温短，真好。处处都有家的味道，更少不了咖啡香。生活有一个重心，每天可以看到赖春啊，师姐，各位师姐，大家都很快乐。做环保哪做哪念，安尼真享受啊。也常有即兴演出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知音。心情做了，心情好啊！讲了大家听啊，吼，大家心情好。火龙果树下，大白塑胶袋随风飘，芭乐袋也总是铺满地，定时翻动，这都是为了大地。芭乐袋吼，你如果很湿，你一定要一直翻，一直翻，它才会干。虽然是会累，但是。心里还蛮高兴的，说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做，所以这是我当初自己说要立志做环保的心愿。福兴环保站2000年8月成立，走过20个年头，净化大地也净化了心灵。讲起出口成章了，我是出口成黄了，我都喜欢讲一些黄色笑话。人家在叫我来做来打麻将，来说打麻将，我说我不要，我要去做环保。上人说哈，做环保哈，还债最快，所以我今日来还我债。对大地有情，对人有爱，丰盛的田地孕育出饱满的果实，代代相传，代代兴盛，这也会是最珍贵的福气。今年是921大地震的21周年，慈济南投联络处。